OK， 好，然后呢，我们那个接下来呢，就是那个行程里面呢，也是有安排给我们那个进了，就是那个乳胶店跟那个宝石店，对，我们是有那个两个行程的那个购物点哈，对，那个购物点的。然后那个现在呢，我们是先到了就是那个乳胶店，对，先到那个乳胶店哈，对。有乳胶店是有卖那个枕头啊，就是那个床垫啊，对，是那个乳胶，对，是那个乳胶店的哈，对，乳胶店。然后呢，我们参观那边那个以后呢，我们才去了就是那个前景博物馆，对，去了那个前景博物馆，我们就到那个饭店休息，对，到饭店休息的哈，对。然后呢，我们到了就是那个乳胶店的时候呢，那边也是有那边的那个老师给大家就是那个讲解介绍一下哈。对，所以到那边呢是大那个大家是配合一下他们的工作，到那边是听他们那个讲解一下哈，对，那个讲解一下。对，如果喜欢的话，大家也可以那个捧场一下了哈，因为我们那个乳胶这边呢也是那个本地产，那个价钱呢也会便宜的，对，也会便宜哈。我们这边的乳胶哈，那个枕头也会比那个泰国便宜，对，比那个泰国便宜哈。所以到那边我们就看看一下，对，如果喜欢的话可以那个帮忙那个捧场一下，对，捧场一下哈。要不要杀价？要啊，要杀价。对啊，对，价格我们是要那个杀那个谈价的哈。对，如果喜欢的话，我们就可以跟他们那个谈价，对，就可以跟他们那个谈价哈。那我们谈什么？啊，大家自己的哈，对，自己谈的哈，对。啊，就是看大家的能力了哈。对 ，OK。看对折可不可以？啊，晚上是看大家的能力了哈。对，跟他们那边讲了。对。第一招要杀价，要跟大家讲。哎，还可以刷卡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对，可以刷卡，可以。啊，带着回去吗？可以带回去，可以的。对，我们都等到那边，就是那边的人就给您那个介绍的是什么拿走，对，或者什么那个托运的，然后那个费用可能是他们是帮我们自己付的哈，用那个托用那个用寄的话，对，寄到那个台湾。对，走到那边他们都会给大家讲哈，对，都会给大家讲。我们两个
到了哈，对，我们就一起下车哈。